知道《千与千寻》里的烧鸡，我试了好几个版本，今天这个做法真的太好吃了。鸡肉用盐、生抽、食用油猛油腌制一个小时，烤盘葱姜打底，蒸上50分钟。麦芽糖加水稀释后，刷在鸡的表皮上，风干2个小时，鸡的表皮就能像这样干燥光亮。接下来200度20分钟烤上色，不过先不要急，熬一份红亮的酱汁，烧开后淋在鸡肉上。鸡肉先蒸后烤，外酥里嫩，肉质鲜嫩多汁，你们一定要试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